为什么选择 Calorie 的 NMN？ 科学家研究发现，与现有的人体合成 NAD 加的方法相比， NMN 合成 NAD 加的效率是最高的。众所周知，在保健品行业中有很多种生产 NMN 的方法，大部分国家或者公司会采用化学合成法生产 NMN， 化学合成法价格比较低廉，但是价格和品质是相关的。在生产 NMN 的时候，如果以化学合成法生成 NMN， 那么 NMN 会以两种结构形式存在， Alpha 型和 Beta 型，在市场上的比例是 60% 和 40%。化学合成法生成的 NMN 只有 40% 是 Beta 型，剩下的 60% 全是 Alpha 型。我们都知道人体无法吸收 Alpha 结构型的 NMN。 举个例子，如果你摄入一克化学合成的 Alpha 型的 NMN， 只有 40% 能被人体吸收。 Calorie NMN 由 4 Excelsior 工厂生产制造，我们采用生物发酵法制造 NMN， 起始物质叫做核糖。我们使用 NMNPT 酶使核糖转化烟酰胺核糖 N2， 再用 NMNPT 酶将 N2 转化成 NMN 烟酰胺单核苷酸。我们采用的生物发酵法在生物反应器中35°C 下生物发酵2到4小时，可以产生70%的初始 NMN。 将冷却液转移到超滤膜后，我们能够提取出纯度高达99%的 NMN 原料。由于使用的是发酵法，可以保证生产出的 NMN 原料100%为贝塔结构型。人体可以通过小肠在15秒内快速吸收 calorie NMN。NMN 进入细胞后，能够显著提高人体 NAD 加含量。Calorie 美商凯利卓越联盟团队在美国、中国、香港、台湾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澳大利亚、巴西等地都有团队。卓越人才辈出，我们等着你的加入，一起打造未来的明天。